想家今年球季在对战方面取得了二胜零败，吴永胜交给博英特，博英特哇，这个掩护哦，让他长驱直入，落后五分的梦想家，交给 Pointer 斜着身子，这两分拿到。Pointer 有一个大打小，有。今天首度上场，在第二节。看梦想家这个半场阵地战的作战策略是成功了 ，Pointer。这个二三区域的防守，那又哎，这个球被扒锅，投出界，进了6.8秒。好 ，Pointer， 面对两位防守球员大拉杆，哇哦！这球让我想到 Manigo 啊。面对三个人的防守，把球送到外围，很合理的出手机会。不管3-7-21了，就是单打了。两项数据都是这个赛季表现最好的。稍微拖一点时间，艾伦。右尾再给博智，哎呀！最后球虽然打在波恩的脚跟上出界，但也只剩下0.2秒。可以带领一群人，然后去执行，就是一个战术的一个系统，然后就是觉得蛮开心的。是，会不会紧张？哦，紧张，会，肯定会，肯定会紧张的。是，教练。来，这个球被 Pointer 拨了一下，而且超到 Pointer 要直接轰炸篮筐，迫降在新竹的禁区。对，这就是梦想家想要的哦，在通。球在高调禁区被抄到，这次区域防守非常好。这回阿金都不敢犯规了。肖顺宇今天在那个位置的机会还蛮多的，但这两次没把握住。Pointer 把速度给带起来，吼吼，直接暴扣了。AB， 哦，这个球运在自己脚上发生失误了。又是 Pointer 禁区已经卡住一片片，让他有机会插板。这是梦想家很好的一个区域联防，可是你真的没有发现工程师打梦想家第一人防守打得非常有自信吗？是啊。这现在工程师守一个8-1的一个第一人带一点区域的一些防守形态，我觉得两边的底角是梦想家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得分点。是。看了一下蓝光，大汉的防守已经把位置踩住了，还是强行切入，被他给摆进。哦，哇哦，哇！博伊特今天打得很强势，是。双方有2分差距，大兵清出空间，为自己创造了一点后撤步的机会。是。博伊特砍进了一个 long two。哇，今天就交给永胜。吴永胜切入，交给 Pointer 在外围砸一个3分，没问题。这在台中能够住几房？是，永胜，他要把球抄走。那这个时间是站在领航员这一边的，但是还是要把专注力放在球场上。Pointer 来了，快速拿下2分。吉尔贝克拉下进攻篮板，啊，自己打吗？一局待得有点久，然后把球传出来，一打一机会。Pointer， 相当高难度的跳投，嗯。不好，一手拉杆，空手准备断了下来，完投他秀一波，双手过来，现在已经是这个抛投的能力，已经是控卫具备的必备条件。黄特展现个人能力。也让对手拿到58分。光再来单打 ，Shake and Bake 球来一个单分球，拆掉了这个炸弹。Pointer 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全面。Pointer 到边线来接球，这是一个单分球。今天梦想家在外线的出手机会。
Center， 哇，自己一马当先，最后还把这两分给投了进去。转身，这边掉球了，蒙特在篮地下完全没有人守，直接直线直投中手扣篮。蒙特是想要。Pointer， 哇，这个脚步，最后还是让他投进这两分。哇，来到了下半季，上个球季成军的时候，国王队就已经发挥他们在投篮方面相当擅长的一个特色。去年包含三分球还有罚球，都是整个联盟平均水准最高的。刚才是 Point 差距是有点大，阿吉把球给抄下来，前面快攻机会 ，Pointer 有机会来一个深的双手扣篮。后有追兵的情况下，这个是稍稍举起心理。戴维斯，蒙特拿下篮板，把速度给带起来。这边要直接跨步进来挑战篮筐，左手摆进。一定要加快给他打火锅。蒙特自己推到三分线外，先加一个三分上去。